好，开始。Hello， 我是西西，我今天有一个东西要跟你们讲哦。这个是我妈妈今天给我买的。好，那是小汽车吗？对，这是小汽车，可以摇。好，里面是什么呢？看看吧。Sweet Shop， 甜蜜的商店哎。这边有一个东西，这边有一个门，然后在后面我们看不到，所以我们先用这个板子吧。好，把它的那个板子 logo 弄上去，对不对？好精致啊！再来呢？然后这里面有一个东西，那我们来看看吧。好，哇，里面是什么啊？东西啊，那我们来看看。因为这是板子有洞洞，所以你有看到吗？有。那我们先放旁边吧。然后这个是东西，那我们等一下再组装吧。好。然后这个是冰淇淋，但是它贴错了，它是一个爆米花的贴纸，所以然后……哦，没关系啦，贴错了。这个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我看不清楚。翻面的那个什么？哦，面面的是吗？然后这个是冰棒。哦。好，那是你已经贴好贴纸了，对对，是吗？这是我们先贴的。然后这个是甜甜圈。好多甜点啊。对呀，然后这个是卖东西的，然后还有那个形状的冰棒，你看，这两个，好可爱哦，看后面跟前面都有，然后这个没有，好，不一样的，这是兔子，这也是兔子，好，那你这个白色的怎么用？你秀给我看。我先用冰棒来试试看吧。然后呢？还有另外这个。好。这两个是兄弟姐妹。兄弟姐妹，谢谢大家，我讲完了。没关系啊，再录还有20秒。然后还有这个是装冰淇淋的。还有一个东西哦，那红色那个要压在哪里啊？压在这个板子这个下。那你先压压看好了，我想要看它煮起来是怎么样。啊，不要压。哦，就跟以前那个小护士那一组是一样，对不对？不是。啊，照顾小狗那一组啦。对对对。对对，因为它的设计都是一样的模板。不见了，所以我先，这个是新的，我有包瓜。好。然后这个是这样。好，就可以弄这个冰吧。好。谢谢大家，我讲完了。很棒。